Thank you。啊，向爸边减做两年三个月，这个炖骨汤不是我啉，嘛不是恁啉，不只是咱这人啉，是台湾基金做伙，拢大汉咯。周六就是台中第二选区立委罢免案的投票日，许多同志到台中为友党的陈柏惟加油打气。柏惟在近来的苦行中说，初心应该就是为民众服务，然后跟民众在一起。